客气，别客气。秦太医，你干嘛呀？秦太医，秦太医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得出事了，还有我怎么来了？干嘛呢？我在给他贴大力胶呢。贴什么大力胶啊？不是创口贴，创口贴。受伤了？啊，他受伤了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哦，这太严重了吧？这搞不好能出人命啊！什么意思啊，秦太医？来吧，兄弟，我给你贴。过来。来。不用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秦太医，你干嘛呀，秦太医？来，我帮你贴。秦太医，这是干嘛呢？丽丽不在家，你只有虎狼环伺呢，我怕你一个人住我危险，所以这两天呢，我就来陪陪你。丽丽去找你了？对。哎，其实丽丽啊，挺关心你的，她就是这两天闹点情绪，过两天就回来了，所以这两天呢，就由我来守护你。你守护我干嘛？你一点防范的意识都没有啊！你这附近。这多危险啊！我看你才是最大的危险，别折腾了，回家好不好？我要休息了。你今天去睡吧，你不用管我。随便你。你干嘛？我脱衣服了。变态。我是听你们电台节目找到你们这儿的。嗯，其实我给你们打过电话，但当时我没承认。电话里孩子的哭声没有吓到你们吧？喂，海丰国际广播。喂，小朋友，我有点那个。哪个？啊，秦太医。大半夜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吗？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你敢不敢打个赌？打什么赌？咱把电话拨回去，要是假的，我把这诗吃了；要是真的，你把那诗裱起来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你吃纸的样子。电台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没有打过电话。对不起啊。差点吓死我们一个同事，啊！对不起，开玩笑的。